今天是礼拜六，我们现在游戏室呢在玩一个抱抱游戏。好，有公仔要给小马朵抱抱的要请排队。抱完之后要在那里，抱完的要去那个休息室啊。对，好，这个老板要过来啊。这里还有一只是吗？啊，皮卡丘已经进去了是吗？好，我帮他做了一个柜台。好，来，好，抱完的公仔可以去那里了啊。这个是我们最近布置的一个床和是阅读室。你要过来这里。好，现在是抱抱活动。好，小乾坤抱完了吗？好，小乾坤抱完就让它归位。好，这个是抱抱活动，公仔抱抱活动，有排好了吗？懂。熊熊抱抱活动，好。其他的排好了是吗？好的哈。好，米妮抱过了吗？抱过的啾咪就把它放好，谢谢。还有一些，好，改天来看一下我们有多少公仔可以抱抱。我做了一个这个。这个哈。好，那是皮卡丘的什么？嗯，好。OK， 那你今天抱抱的活动，巧虎小花抱了没？一组是哥哥的，一组是小马朵的，因为他们两个都是订巧虎的忠实会员。我有巧虎的书。嗯，这里。书那个是我们。你看小莲子。啊，小莲子是 OK 的。好。抱抱完了，他们还没归位耶，请把他们归位去旁边才会整齐哦。